阿公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。来，阿叔叫我拍炒一个榴莲花下来。敢敢采，买回去做纪念。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采。咚咚咚咚锵锵锵，咚咚咚咚锵。我又来到邓老板的榴莲园，哦，去年来邓老板的榴莲园，今年又来跟太阳访他。邓老板要带我们看红花榴莲啊，红花榴莲买榴莲呢，山榴莲来了。哇，那个榴莲眼亮哦，有亮，看到哦。哎呦，你看满地红花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大红花，看好来，这个是榴莲花，红色的。哎呦，好亮好亮，全部掉下来，满地红花。看到有一样红色的，没染色的啊，条哥，哎，染色的毛呢？条哥，你拿跟着去喷上去染色的啊？好 ，hello。啊，安抚呢？哎，这边那风哦，那就下去嘛，那个场面来都亮啊吼。哦。场面都亮，今日。哎呦，你看风风啊，这个是山榴莲呐、啊。这是山榴莲。甘榜榴莲。下菜金了哦。啊，今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今晚要开，今天都开了，那你家。哦，亮哦。你家安开了啦。红色哦。红红亮哦，要破树给我捏了。我捡回了，摸一下。摸一下里面做一接过啊。接回了。亮哦，喂，那高啊，你看看砸落来啊。啊，老板叫我采上来。哈哈。老板叫我采下来啊，我就采下来啊。哦，采回去做纪念。非常高兴，非常兴奋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体验，各位网友，你想体验吗？下次我就带你一起来啦。好吧，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边，给我更大的动力，给我更大的支持，就是给我点赞和订阅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